每天早餐不重复，鸡蛋和肉一样不能少。周一，先来个最普通的三明治，有肉有菜，元气满满的一天，加热三分钟即可完成。周二，把昨晚的剩米饭加鸡蛋和蔬菜做早餐，不浪费而且营养健康，孩子喜欢吃。周三，手抓饼吃一天，简单利索，五分钟搞定，馋人吧。周四吃水果。周五，没有面包馒头臭，喜欢吃什么加什么，中式汉堡包，轻松一家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你们都喜欢哪一种早饭呢？